11月5日，王力宏2011火力全开巡回演唱会首站终于在上海唱响，全场座无缺席。一开场，王力宏以一身红色荧光盔甲战袍，驾驶一辆坦克驶入硝烟弥漫的舞台中央，霸气十足。随后，王力宏脱去荧光红色战袍，以一首演唱会的主题曲《火力全开》将全场演唱会拉开了帷幕。此次巡回演唱会，王力宏特别将自己化身为 Music Man， 演唱会整体采取了很多漫画的元素，充满未来感。当晚，王力宏在3个小时的演唱会上演唱了将近30首脍炙人口的歌曲，令现场所有的歌迷都直呼大饱耳福，同时也享受了一道震撼的视听盛宴。他们全都是疯疯疯疯的疯疯疯，随即浓厚浪漫喜剧的音乐响起，王力宏将18般武艺作为演唱会的第三首歌送给歌迷。现场王力宏更是化身音乐魔术师，拿着指挥棒宛如像魔术师挥舞魔杖，在他指挥点击下，美妙跃动的民乐交响乐巧妙融合。三首唱罢，王力宏中开腔热切地跟现场所有的歌迷打起了招呼。上海好，我是 Music Man， 好久不见，今天有点紧张，非常的兴奋。 Music Man 今天进化了，变成 Music Man 2。最近我无法呼吸，连自己